曾经创造我一切的那个世界已不在。在梦中，我仿佛还能看见另一张面孔，感受到手指的碰触，听见其他人的声音。但这毕竟只是梦。不想去接受这个事实，去接受这个新的世界。从前这房间总是充满着人，如今已被空隙填满了每个角落及缝隙。渐渐的，我开始对自己的倒影感到厌倦，看着自己总是让我回想起过去的种种，但自己的倒影却是我对人类仅存唯一的寄托。我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梦魇，这个世界里除了我已没有别人。我怀念孩子们在色彩缤纷的游乐场玩耍，现在这些游乐器具看起来就像山一样的古老，树一样的僵硬。何时我才能再看见这一幕？这一切对我来说太难承受，但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却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，
让我还抱着一丝希望，或许有一天这些游乐汽车会在此带着人们转动。但是你知道吗， Anna， 即使你再抱着再多的期望，也不可能实现。这世界只剩你一个人，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别再做切不实际的期望，你无法违抗大自然的运作，是它让你成为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人类。即使我无法改变现实，那我必须学会适应，适应独自一个人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即使我再怎么渴望能再看见另一张面孔，感受到手指的碰触，听见其他人的声音，都是在逃避现实。我的世界已经改变，如果我不能接受孤独带来的疯狂，最终孤独将带往我到黑暗的深渊。其他人可以看到我的改变，听到我的呐喊，我只能孤独看着自己改变，听着自己呐喊。这世界只剩我一个人，我将永远独自待在这里。